今天大家应该都激情过后了，圣诞夜加圣诞节交换礼物什么什么之类的。对，我昨天倒是换到还不错的礼物了，远从澳洲奥地利的那个会走音的音乐，会走音的音乐，它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会走音，没错。害我不知道觉得应该开心吗？我得到他觉得很惊讶。